知跟著名电影人梁子贤在香港中环举行婚宴，伴娘团由巨星好友郑秀文、蔡卓妍和梁咏琪等组成。此次郑秀文、蔡卓妍和梁咏琪三人称是最舒服的姐妹团了，新娘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求，我们的也不需要做什么，本来就是活跃气氛，反倒是新郎和伴郎团紧张的不得了。此次结婚罕见的三美同框，当天更有众多明星一起到场祝福，奈何伴娘团的咖位实在是有点大，不过这好友也是很厉害的，三美作为实力伴娘团，当天现场也是震撼一批人，气场太强大了，三人现在也是名利双收，幸福美满了。此次特地来参加好友的婚礼，三美在一起睡的气场更强大了，这也是三人之间罕见的合体照片。三美提前给了好友一个惊喜，由于在接新娘的时候三美的气场太强大，导致伴郎团也不好意思收敛了很多，现场的时候三美可爱的比心卖萌，虽然三人已经在香港是家喻户晓了，但是私下里还是一如少女般的可爱，三美都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，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，一起风风雨雨的一起陪伴走过了这么些年的坎坷和磨砺，然后现在收获了。记得以前有人说在香港没有人不喜欢郑秀文，她就像这个城市的缩影，狭小但一直却很包容。郑秀文一直专注于香港和台湾市场，在香港的歌唱地位和演艺水平也是非常高的，也是最受香港欢迎的女歌手，这个从过去的演唱会和唱片销量就是最好的肯定，在影视方面也是非常成功的，也拍了很多影视作品，也是天后级别的歌手。蔡卓妍现在已经36了，依然看起来有着属于自己的一份粉嫩女少女的娇俏可爱。记得以前和阿娇作为歌手出道，两个人的甜歌俘获了多少少男的心，再到之后转战影视圈依然获得了不俗的成绩。前段时间阿娇大婚，蔡卓妍也是送上祝福，现在很多人都在问阿莎什么时候好事将近，过去了这么久依然还是那么的粉嫩。婚礼现场三美已经自己开始玩起来了，虽然三人在香港也是巨星，但在婚礼现场依然还是喜欢搞怪。当天虽然有很多的明星也来参加婚礼，但是三美站在那里就已经让人无法忽视了，虽然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，